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松瑞。那么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这款 超级战车大作战啊。我们上一次呢，不是稍微又玩了一些别人制造出来的坦克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私底下一直弄，一直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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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钱我就打，有钱我就打。然后我不断的提升我的等级，我的等级已经到达12级了。我们其实有解锁一些很多的东西哦，比如说轮子，我也可以解锁了，可以解锁这种战车轮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武器其实也可以，只是我都没有解锁啦。我基本上还是用我的超猛机关枪，有没有？这我现在可以摆六个机关枪，我就摆在后面一直射。哎，不对，我可以多摆一个，再摆一个。这样我这边有7个机关枪，我非常猛啊！我试给各位看，这个是我稍微研制出来的坦克，其实也不是研制出来啦，就是我是看别人的前部装甲，然后后面改成自己的。然后我现在已经打到银牌了，我们原本还是铜牌嘛，现在我打到1126分，已经是银牌玩家了。我们来试试看要怎么打敌人哦。基本上我们哇，有观众说什么机枪很烂，我要跟你们讲，机枪根本就是最强武器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会拉打，有没有？严总明，看看他那个飞弹打那么慢，飞那么慢，我根本就不可能输。而且因为我前面有非常厚重的装甲，我就算前面被打到也没关系。我依然可以啊，非常轻松的对敌人造成打击啊！来来来，再见再见啊！是不是在嘴我机枪很烂啊？来，然后呢，也有观众跟我建议，就是其实这边可以升级哦。我基本上就是一直升级我们的武器啦，现在又可以升级了。我们目前机关枪是 level 6，感觉是还蛮强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生产这种研究图纸。然后有研究图纸就可以继续升级机关枪，我们就可以升级的都给它升级一下。然后我们来前往车库哦，我们继续来改装，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装了。哦，我又可以放一个机关枪了，太神了！我这边可是有8个机关枪了。然后我们再加点其他东西好了，我在前面再多放一个2×3的框架，然后把它放在上面顶部。接着呢，就继续把装甲给装上去哦。我们有六个点数可以装，我们就装这个 level 4的好了，毕竟它的等级比较高啦，其实会比较强。哦，我们就给它随便贴好不好？随便贴，增加它的防护能力啊。我们前面这边可是非常猛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基本上好像是能装的东西都装上去会比较好，就算它会超重也没关系啊，能装就装，因为它好像这些，比如说这些东西好像也有防御力，是不是？看一下，它也是有防御力的。所以说，我们装越多东西，我们的防御力会越高。轮子也是啊，轮子也是，轮子也有防御，好不好？我装了一个超级怪的坦克，然后我们又可以继续寻找比赛来打打看哦。其实我们打到银牌之后，大家其实都不是菜鸡啊，大家你看有没有？连甚至连这个防御都比我高。我们来看一下对手，他感觉很强，对不对？感觉造的这么好看啊，基本上不堪一击，好不好？我们的超猛机关枪会让他见鬼的。看看他这个东西，中看不中用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他那个火箭弹有跟没有一样，随便打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然后我的坦克长得超好笑，还要一直摇，你知道吗？摇来摇去的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他再怎么强，基本上也打不过我们了，因为我们前面的零件坏掉了也没差。来来来来，他已经没有大炮了。剩下就交给我来好好料理。他怎么还可以射？你怎么射的？你怎么射的？他的炮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再见再见，机关枪威能好不好？机关枪就是屌啊！啾啾啾，啾啾啾，啾啾啾，啊，结束。噔噔噔噔。好了，我觉得继续打这种比赛也是很简单啦，因为我现在坦克实在太强，所以说我们就来打看战役吧。战役我都不能打，是不是？我的美制完全不能打，为什么？我现在没有办法打战役，我现在就只能够尽量去打比赛而已，是不是？我现在蛮难过的，战役都没有可以打的东西了，除了这个啦，一天以后还可以打，然后继续寻找比赛。然后我没有对到一个感觉还蛮废的对手了，我不知道啦，这个是什么鬼？他就放一坨东西在地板上是怎样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就放一坨东西也要跟我打？你凭什么啊？你凭什么？我就问你凭什么好不好？你凭什么跟我打？他放了一堆像鱼雷的东西，
哎、欸，他一直前后跑、欸，哎哎哎，这个是什么、欸？吼吼，好扯哦，那个什么，欸、好像很强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他很难打哎、欸，他那个很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要小心点，操作一下，操作一下。好，我们硬扛硬扛，因为我们上面的防御很够，硬刚就对了，硬刚有没有？我直接全部躲掉啊！我的激光枪受伤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直接碾过去啊，碾过去，把垃圾啊，好啦，我已经造出超猛坦克了，其实已经不用再强化了、不过其实有观众会贴一些他们自己做的坦克给我看哦，所以说我们来稍微试用看看观众的坦克吧。首先是这个、哦、啊，可是这个好像不是观众做了，这是观众推荐的一个东西哦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强不强，这个很强吗？名字不能当前用，等级七而已，下载吧。我们测试看看，这很强吗？怎么说？哦，它也是机关枪，它的这个概念跟我一样，就是它把机关枪都放在自己的后面。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应该比较强，我的应该会比较硬吧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试试看啦、啊。观众推荐的，我们就再来看看，测试看看吧，测试看看。来，哎、欸，我没有高爆弹哎、欸，我还要装这个，我还需要买个高爆弹是不是？高爆弹在哪里？高爆弹是特殊嘛？高爆弹2000块，我买不起哎、欸，我买不起。其实应该照理来讲是高爆弹在抢吧，因为其他的东西感觉都跟我差不多啊。我们拿这个等级6来打打看。到底强不强？哎、欸，我点错了。我们试试看这个等级6的强不强好了，打打看这个一般的敌人，我们能不能轻松对付呢？啊，这台坦克怎么自己翻掉了、啊？这是哪个垃圾设计的？设计出一台随时都会翻的坦克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！哇，这个观众推荐的坦克，它的前面装甲不够硬啊，很容易爆掉。不行。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打到银牌了啦。他的等级只有7嘛，他其实有很多零件是没有装的，就还是会有差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输入蓝图，这个等级5其实，好啦，我们还是买下啦，因为等级5的东西其实我现在的坦克会轻松吊打。不过这是观众做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要试用看看。咱们寻找比赛，我感觉我要喷分的，因为我们输掉是会喷分数的、喔。射攻击，他这个哦，他直接把那个哎、欸，他的这个悬臂有没有，还是叫什么的，忘记了，稳定器吧，他直接串一堆那个机关枪出来，其实还不错啦，可是我觉得太脆弱了，因为他没有防御，前面的机关枪被打到会坏掉，而且对手又很强，对手的等级都是满等的，我是不知道是不是满等啊，反正都比我高等，他们的零件也比我强。啊，不行，这被逼墙角了，因为机关枪数量太少了啦，实在打不穿敌人的装甲啊！啊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然后基本上过关中推荐的那个代码就两个而已。啊、没错，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 YouTuber， 所以说根本就没有人会推荐我代码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要继续玩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照着市场的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感觉很猛哎、欸！有观众说其实可以测试哦，测试完再决定要不要买。我靠，这什么东西？太扯了吧！哎、欸，这感觉好猛哦！哎、欸，过动这感觉超猛的，哥不觉得吗？我买定了，感觉没有很强了，可是他很帅，我来试试看，买下来。来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打比赛有没有比较强？我是觉得可能不会比较强，就是了。来，攻击，碾碎敌人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刺刺刺！啊啊啊啊啊！我、啊哦、刺不穿哎、欸！加油加油，可以的，你可以！不行，我觉得一定有一个是我打得过的，好不好？我不相信没有人我打得过。哥说，我掉到铜牌了，等一下！哇，我掉到铜牌了，完了！为什么遇不到菜鸡耶、欸？没关系，我就一直掉到越低，对手越弱，他们就应该会比较好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哦，这个有机会吗？我刺进去了，我在啊，我直接在他的头上来，我觉得有机会哦，我在偷砍他，有没有？偷砍他，可是这很难砍啊！哒哒哒！我偷砍我哦，我在对他造成伤害了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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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超级巨子，超级巨子！有有有有！我终于有一个我打得过的了，这个东西不是白费的了。还好我至少有用这个，我有花钱打赢过一个对手，好不好？就这个，干嘛干嘛干嘛？你这些士兵，不要刺我，不要刺我，不要杀我，让我杀，让我杀！对对对，来，我们再滚回去，哎，滚回去啊！滚回去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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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开砍开砍！哦，有有有有，我在狂刺，我狂刺！哦，有有有，太爽了！这个，哎，我的刀断的差不多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剩下一半的刀刃。哎，快点快点，我要在30几秒内打赢他！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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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剩3个，完了，我打不过哎！明明有一个我好不容易感觉打得过的人，可是还是打不过哎。哎，怎么这样？你赶快往前滚！你这干嘛？往前滚！对对对，往前滚！最后18秒，能够赢吗？我一个超级神刺，我刺，我刺不到，我刺不到！啊！这个有机会了吧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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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哦，我这个卡狂刺有没有？有这个有吗？哎、欸，给我看，我一直在他头上，我骑在他头上一直砍、欸，有吧有吧，这有机会吧？我终于要赢了吗？我觉得很有机会啊，这个他剩一点点小零线了，我只要能够想办法滚回去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我的东西快光光，我剩3把刀，我觉得有机会，果然分数越低越烂，有没有？哈哈，啊！哎，我的那根太重了，太大根了，我实在动不了，我甩不回去啊！啊，我卡住了吗？拜托你让我打赢就好了，拜托，我就想打赢。哦，为什么要拖着一根超重的累赘砍？哎呀哎呀！啊，剩40秒，我哇，这个零件很烦，它一直挡我的路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，这就是这次的好不好？就这次，我直接把他零件破坏掉。啊啊，好像破坏不了哎、欸。好、啊，我想办法过去了，来来来，砍砍哦，我赢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，你被干你老师击败了，太神了！我想不到我真的可以用这一个武器赢得胜利耶、欸，我们还可以再打两场，如果这场再赢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这感觉就很垃圾，我们一定可以轻松屌虐他。我们超级巨子怎么会输这种小垃圾，对不对？2连胜了吗？二连胜！哎，这台车子，走开走开啊！卡住了，小喽啰帮我！我这次一定也要赢，好不好？你还敢出来啊你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！哎，他那个炮管很烦。啊，我好像打不过哎、欸，想不到啊，不行啊，他太猛了啊！没关系，我们来再打最后一场，看能不能赢。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感觉就很烂啊，有没有？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轻松屌打他，垃圾！看一看我这个超级刺刀，你赢得过我吗？哦、啊，你赢得过吗？你跟我讲他赢得过吗？你看我就跟一个巨子一样在上面一直砍。他根本不会赢啊！来了，我继续拆他这个车车。哎、欸，拆车子啊，拆车子！你在干嘛？对对对对，先把车子拆掉，不要让他出兵。再吃一刀，有有有有，卡 ，yes！ 来，我们回去了，还有1分20秒，可以啊。回去再把它料理掉，我们就又赢了，有没有？还是可以赢的啦，这个还是可以用啊，只是没有那么好用而已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射我？他哪有人会在自己的坦克后面再放枪管的啦？哎、欸，我感觉会输哎、欸，他那火焰喷射器在烧我，走开！我砍，我砍，我还有一把，不、哦，我买了一坨垃圾，果然还是我的车车最猛，有没有？
你看大家好像都设计出什么大变，就我这一辆最猛，随便打给你们看，轻松赢。我真的站在原地都有可能会赢，你们知道吗？来来来，站在原地赢给你们看，正大光明的赢。射，因为我的火力就是比对方猛啊，我要怎么输？有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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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正大光明的赢给你看啊！垃圾，恐惧源自火力不足，看看我这个强大的火力，根本超猛的，随便打随便赢，有没有？像这个，他怎么感觉很烂啊？我全部都赢他哎、欸！啊，那我们就往前推好了，因为他不可能赢我，他不可能赢我啊，因为我前面的防御太坚实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可怜呐、啊！可怜呐、啊，火力碾压 ，yes， 噔噔噔噔，拜托来强点的对手，来个各方面都赢我的，这个好像也不太会赢我，可是他很帅啊，他放超多炮，但又如何呢？你放超多炮，我就会对你心软吗？我们就站在这里射，他的那个大炮根本轰不到我啊。他到底在干嘛？开发这种垃圾出来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们知道吗 ？Yes， 你看，又爬回去了。好啦，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啦。我应该还会继续玩下去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觉得这款游戏真的还蛮好玩的，就它可以组建你自己很强的坦克。啊，我现在会组的这么丑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东西还没有全部解锁。其实后面应该还有一些更强的装甲什么的啦，只是因为我还没解锁，所以说，没办法。那总之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到这，那么就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